台中市扶贫区是台中市面积千大，不过人口则是千少的行政区。当地除了有市场是原住民以外，还有三省是汉人。合肥市土扶贫区的总行国手举办客庄文化资源普查成果发表，提供本民众来认识多样文化的面貌。一项电视动作做起的物品，有油灯、菜罐、反腐、竹炉，那么含有竹炉的工期。这条农系客家老祖公做起土台中扶贫山区，快闪大拿将老街成块用品。交通唔好，哦，按那个食物啊，也东西拢真困难，用到努力。那还有客做员工，讲个上饭，客做一辛苦就这样。而且没面。日本时代最开头是举脑，由脑长带领脑丁，然后来到和平地区做举脑的工作。然后后来是伐木，伐木的话是日本人做伐木，然后由客家人做木马工的工作。咖啡会对民国一百年开始，透过平起展开客庄文化资源普查，期间和经济新冠疫情暂停几年。在客庄上班成立客家文化发展中心，特别投中康国小盼成果发表会。客庄个资源文化调查个成果，当发现看到初步就是个成果出来，将来投入一片是在本人客达很多个乡亲，是在了解因当初时所有个客家先民投入开垦个记录同发展个过程。以前个文物留下个人个故事，还有未来个发展，希望系对一个客家庄，对安平人又同原住民地区共同生活个。当多年嘅天气呢，是得越来越有发力。客家老祖公对日本时代都已经了后，八仙山竹树，留守日到扶贫山区开垦，同时咪同鲁汉滩同信仰文化带入山区，本来嘅原住民族嘅天气，就含客多年嘅文化样貌。客家身份历史路，台中报道。